现在我在 Chinatown 牛车水年，疫情情况下今年还是要过，我们今天来逛年货市集。人还是很多、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，我们现在前往下一家看吧。哎，不管什么宗教，我们新年都要一起过、基督教、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后面这边的也蛮有趣的，你看，我们close up 让大家看一下好了。主爱长存，平安喜乐，凡事谢恩，常常祷告。哇哦！啊，对。哇，这间也很漂亮哎，看，而且它屋子里面还有那个屋顶，我觉得它大牌也是很好看。店名叫风生水起，风水 specialist don't play play， 马上就很有新年的气氛了。其实我很好奇，像我身后的这些新年歌曲，会不会触犯什么音乐版权之类的啊？哇，前面这个桃花树要588新币。哇，588你会买吗？像我就是那一种很缺桃花的人，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颗。哇，龙珠，这个桃花也厉害吧？那你说是？今年太岁，然后今年我们再加持一下，希望2021年更顺利一点。好，起完符后，我们现在前往下一家，因为外面下雨啊，全部人都挤在里面了。这家也蛮漂亮的，哦。前面也有被这一整片红红琳琅满目的新年挂饰给包围了，这样逛真的很爽。往外面走吧，要买李兰吗？哇，很红有吗？哇塞，可以哦。来，预祝各位年年有余。啊 ，cheese 蛋没有货了。然后新年也是一定要吃肉干，对吗？买了1公斤肉干。可以了，谢谢。Thank you 啊，我再来买了。可以可以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大包小包。
走在这样挂满红红新年装饰的老街走廊里，整个人心情都好了起来。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，然后天气凉凉的，很舒服。不想被雨淋湿，还是多带把伞吧。我像不像一直在探索的小仓鼠？天哪，我怎么可以那么可爱？关门了。人信耶稣得永生。我们找这个宝珠，造家门万事兴。哎，疫情期间原本就已经够糟了，像这边就是主打以游客为主的地方嘛，现在没有游客，全部店家都在哀哀叫，然后今天是星期天还下雨，你看整个街道上完全没有人。这个是佛牙寺，佛牙寺的正前面有个广场呢，新年一般都有表演，但像今年就不用想那么多了。然后你再看前面这一边，这所谓的艺术品，真的是哎呀，大新年哦，对不对？黑白大头照，排好排满。经查询后，这是新加坡国际摄影节广受好评的一个项目 ，Inside Out。哇，这是红包专卖店吗？整间店都是卖红包的哦，厉害厉害！这一整排的店家，真的一个游客都没有，真的很糟糕。哎，既然不能出国回国，大家不妨过来逛一下吧。这就是新加坡 Chinatown 的美食街，人也是稀稀疏疏的。这是另一家懂着懂着新年舞曲店，真的很会带气氛哦，嗨起来！哇，好吧。好，我想今天大概就这样子吧，因为一直在下雨，完全没有办法在外面逛，然后也没人，店家很早就打烊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影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个喜欢并且订阅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决定来这边喝个茶，吃一些东西就回家了吧。